と言いたかった。ほら君が笑ってた。だったらもういいか。那种姿势应该在进入这里之前摆出来吧？真是的，地方很小，你快点啦！好好，时光旅行要出发了。小心，听好了，是右边，只要稍微转右边，千万不可以转太多。转右边只要稍微一点点转动。应该是我们被吓到了。都跟你说是往右边了，你还往左边转。人的个性就是叫你别做就会更想做，对不对？那也要看一下场合啊。奇怪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才会这样的。就算我不开门，我们一样会被长毛象撞到。哦，长毛象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到原始时代了。我们本来是要去一段时间后的未来，为什么跑来原始时代？当然是因为我把把手往左转的关系啊。不要得意，真是的。马桶座不见了。应该是在我们被长毛象撞到的时候脱落的吧。没有那个，就没办法进行时光旅行了。这么说，我们回不了本来的时代了。就是啊，要快点找回来。怎么办？飞到哪里去了？大大的太阳好温暖。找到马桶座了没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你也过来认真找。那么。小心啊。这么说来，他应该是小心的祖先吧？有可能。小心，你快点告诉他，我们跟他都是自己人。这个我是新蜘蛛，我们是从未来坐着马桶过来的。我是原蜘蛛。原蜘蛛，连名字都跟我很像耶。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，落泪雨，落泪雨。那两个人在做什么？他说马桶座没有掉在这边。拜托，你什么时候问的？手牵手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不是让你搞笑的时候，不快找到马桶座的话就糟了。没有了，因为风间也很靠得住，所以不用我找没关系啊。这样的话我们会赶不上动感超人播出的时间哦。绝对不可以。原蜘蛛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找吗？我不行，因为我现在正好要和我爸爸去捉长毛象，如果抓到了，我就请你吃长毛象的肉，很好吃哦。听了以后好想吃哦，又好像有点不想吃。一点都不想吃。都保重哦。虽然应该不会见面了，再见。好了，让我们找到马桶座，修好时光机吧。快来，房间变慢吞吞的。你很现实哎。那个。
啊！是马桶座，太好了！这是什么？那个是我们的，这个对我们很重要，请还给我们。不行，这是娜塔莉捡到的，所以是娜塔莉的。娜塔莉是人家的名字。那个是我们弄掉的东西，所以是我们的才对。你说什么？房间是这么说的。小西，就是你啦。那个东西就算你拿走了也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所以请交给我们吧。好可爱，这个有用处啊。那是用来垫在屁股下面的，只要我戴上这个就会吸引到好男人。谁不会？快点还给我们。我不要。能够让我把这个交给他的应该就是我的夫婿吧。对了，找到最棒的猎物带来的人就是我的夫婿，那他就可以收下这个东西，怎么样啊？总而言之，现在要以得到马桶座为最优先事项。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去抓猎物来。你在这里等着。加油咯。说要抓猎物，可是哪有那么容易。来，你看。对。这是什么？好想一只，就算吃了这种东西也不可能吃饱啊。我的就很大啊，你看。比最大的海克力斯大兜虫还要大。又不是在采集昆虫。什么人？救命啊！救命，真的小心。好虚弱的长毛象，就决定抓长毛象来的你是我的夫婿啦。那么就请新娘献马桶座给新郎。Darling，再来，恭喜你了。怎么会是我？好了，我们搭时光机回去吧。等一下。来，好了，脚伸出来。这样就好了。再见。等一下，小心！你干嘛要跑出去啊？久等了。奇怪，道理你跑去哪里了？前面的大姐姐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做什么线呢？对不起，应该说我认错人了，还是说弄错喜欢的？终于得救了，只是对那个女孩有点不好意思，希望她可以另外找到好对象。等一下，男人最重要的还是温柔，猎物就让我去抓就行了。你这么开心吗？我一点也不开心，你认错人了啦，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家的女生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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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